明星大佬赶飞机，薛之谦毫无形象，热巴最正能量。明星一旦红了就会非常的忙，每日天早上起来就是满满的通告要赶，而为了做好工作，赶飞机也是常见的事，一个不好就会赶不上。薛之谦赶飞机时没来得及打理头发，顶着鸟巢发型就出门了，下身穿着七分裤，他的这身行头真是太任性了，舞台上的偶像包袱全无，王鹤棣只要他现身机场，那基本上就是赶飞机的状态，一路狂奔尽显熟练，向大家完美诠释像风一样的男子，真是太专业了。迪丽热巴之前在一次赶飞机过程中，因为排队过安检的人太多，一个小孩子差点被人挤倒，热巴出手去扶小孩子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但是却也让大家对他佩服不已。看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